明华园剧团首席台柱孙翠凤对于歌仔戏推广及创新工作不遗余力，成就有目共睹。虽然自幼在台北成长，孙翠凤连台语都说不好啊，却在进入明华园大家族后，以惊人的毅力克服身体和年龄的障碍，从一个龙套丫鬟变成一线当红小生。从她身上，我们更学习到成功所需要的坚强意志力及勤奋不懈的努力。你无法扎出来啦，人阿袂紧张诶，经过礼拜，哎，跳出啊无眠床啊，因会当做遐久。我当时在爱你指挥哦。不是，我是讲，哎，敢那要紧张安尼，迄大家拢阴阴看呢。系啊，做啥物会？我做一个奴才。
小妖罗，妖罗啦，山寨里面的，山寨里面的小妖罗，妖罗啦，妖罗兵有无？无，咱无拢看妖罗，妖罗哦，那个，我这个是最好舒缓的啦，那来叫我种下，阿姨阿姨是做啥的？四寨主，四寨主，第四个寨主。啊，你做啥物为？你做狸婆。狐狸啊，我是一只小狐狸，狐狸。对。哦，狐狸哦。狐狸仙。哦。啊，拄仔咧盘卡手，你拢无看吼？我无看。一顶嘞。哦，这外口诶。好来来。来欢迎，来兄弟姐妹，来通通出来。好，你看阮查甫缘投，查某水吼。你讲这缘投。无，迄个算较老的啦。哦，我内面迄个上老尔。啊，你来这个看，看到迄个武术指导呢？你的话，你哦，伊是武术指导。武术指导，所以爱较老。这你早见呢？系啊。春秋用早见。对啊。都介绍了，介绍了对啊。这两个拢放生的啦，这拢伫山顶放生的。啊，你伫山顶生因哦？哎，山顶生，你唔知啊？生生伊拢爱甲放的，就是走安尼哦。家己大安尼啦。安尼哦。因为演到倒位，行到倒位，生到倒位啊。你唔知赶戏才辛苦嘛？哎呀，你生几个？你生几个？我拄仔才甲你甲伊开讲，我若要怎讲哦？安尼有在调一个做小生，一个做小旦，我要怎嘛一敢那鸡毛一水十二都落来啊？摆戏摆到安尼，用要空气啊？安尼，哎，摆到红绿咖安尼不飒飒安尼？上个绿。当然嘛，头家啊，头家，系啊，迄个啊，无啥尴尬，迄个啊，因为阮一个爱演两个角色，啊，四个当中八个角色。红是招你去困，那用绿的。哎，是，无，阮即摆拢互不相干，伊困伊的，我困我的。切下面。哈，啊，未切啦，差一输了你。哎，恁红做人失败哦。做人失败。哎，伊无像。哎，这个是要做。我伊个小金嘛，小金啦，哎，张西啊，哦，这小金啦，恁大官啊，阮好朋友，我知啊，恁大官咧做的时，迄阵我拄仔咧学改良戏的，因个团伫个东港啊，阮拼对台呢，嗯，阮这边做改良戏，做歌戏，大家当么拼啊，人客一来一去呢，到尾啊，因赢呢，因到尾啊，腾落迄款，无啦。啊，无那恁赢是啊啦，我们是啦，我们这做传统的呢。啊，袂啊，换阮这团，换阮这团赢，因为恁拖落去，不是拖落啊，我是阮女主角穿短啦，穿迷你裙，但是不是头前弯呢，是下骹弯，下骹弯。大家都会夹起背帮。啊，我知影你的味，我骑刷当么赢。因为今年是庙方85年的周庆。所以阮排头一出的新戏叫做《妖罗正端》。啊，你演啥物货？你演啥物货？你演狐狸。对，我一个演狐狸。啊，你演啥物货？演啥？你较帅。我真正就是龙套。你真正就是做的妖罗。妖罗。因为伫咧文化园有足侪很厉害的前辈啊。老母就是老母，他是前辈。无。工作台上就毋是老母啊。哎呀，爸爸较好啊，妈妈较好。拢无好。其实阮爸爸妈妈伫咧工作的时阵吼，因就会较严肃，就怕吼。嗯，伫房间特别严肃哦。嘿，因两个代志我可能较无了解。你无了解，我就生你出来。较早你看歌戏，真正恁只欧巴桑啊，那时候恁老母去演的。在看吼，因这个都来比伊呢。我爱讲话听。哦，你跟对象上好个呢。你唔忙海顿，红阿无冤家，因红弟啊。嘿，你拢在看，我有去看，就看到去看寡鱼个呀。嗯。嘿呀，嘿肉粽我弹起来。弹金啊夹个嘛。嘿呀，无啊肉粽啊劈开，结果唔是包肉包金啊。哎呦，真个哦。嘿呀，较早我迄阵我咧表演，我伫歌厅咧表演。人我闹蛋壳，但是蛋壳包迄个明白啊，包叠啊尾啊，哎呀，这叫蜜雪冰甜啊，系啊，叠啊尾啊，你不怕婆啊，他唔得糟蹋我。好啦，咱到时大家再去甲孙翠凤哦，去甲因捧场一下，来，甲怕婆啊，过来一下。谢谢，感谢。